明星了，没有，自作多情啊，我还小小的期待了一下。想拍你们很久了，想拍我们很久了，想拍人一起很久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看到我这一手的红指甲吗？我看到你是在中小后台涂的吧？没有，中小后台涂怎么会维持到今天？能在飞机上涂指甲的人不要惹。啊，你在飞机上涂？对啊。看他涂到这儿。涂到这儿。我看看你。不要惹敢在飞机上涂指甲的人。是很厉害。滴滴滴，咱以后还是别在飞机上涂指甲了吧。我录段 reaction， 下一个就我了。唱的没有那种感觉，要像我们大家我现在看不清。哎，听说这个词堆很多词，真的是好厉害呀、啊！真的是除了副歌，其他都是我写的，还学习他的音律。不能这么理解呀、啊！姐姐，姐姐挡住我欣赏了。啊！请选一首绝美转音。来帮我把这转一下。这挡住我欣赏美女了。美女，真的是美女在这儿。还好吧？不像他那样吧，那么性感吧？什么呀？没有他过分就行。这是我写的。我说吧，这首歌会让你真的像。我在舞台上就是很不要脸啊，但现在也是镜头打开就是舞台，哪有这样的是的，我懂了，我们这个是表演的内容，连同场做戏都不想跟我吼。不是不是，真的不是，不是这样子，你不能这样。他说我，你看他都他好过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宋姐刚这有一个动作是你把你他压着你，然后是哎，我真的，你这样感觉我像是没有，你没看，没有，他是因为我的衣服有点滑下去了，下来就行。好精彩，放出去了，已经好哇，这好精彩，这个敢啊，管管，为什么？我怎么敢管他呀？为什么？又回去啊！琪琪表情好认真啊！我觉得他的内容不堪入耳，他会长那个纹路。我跟你说，你看我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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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吗？我有吗？我有吗？你给我说话的机会。你以后老了，你这就有个川字纹。我跟你说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他骂我，我干嘛骂我？为什么不敢拍？当然不敢拍，我是前辈。对啊，你看看人家，你们两个最大，前辈好。别气干你了，前辈好。好爽啊！你是前辈吗？对啊，别人还是四七生。好爽啊！前辈，前面连号了，四五六七。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真的是
爽呆了。文耀一会儿上台讲的肯定比这儿精彩，对吗？我上台又上台就不敢讲了。有什么不敢讲的？你有什么不敢讲的？不敢。今天没直播，没关系。什么呀？什么？这什么？动作呀？什么动作？什么动作？演说的。你下次不要人家我们换场，你大拉拉穿个白衣服走过去，这跑了两回。对不起，就是我们以前的剧场环境就是没有办法从后面进去，我就是这个人就是什么叫做大拉拉的，你已经来下半年了。对对对，我反省了。哎呀，什么叫大拉拉的？他刚刚要去那边拿东西，然后我们不是在收东西嘛，他穿了一个特别大的白裙子，直接从这个后台这个门穿到了。你要知道原因，我不是从那边拿，我要去楼下。他们讲的太搞笑了，我真的听不懂。他们讲啥了？啥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反应很激烈。琪琪，相信你自己可以的，你 MC 很好的。为什么相信我？难道因为他一直说他们对我 MC 很好，就今天刚好让我开开一眼。哎，你这样说，我来看看。哎，你看我来看看。好过分啊！好过分啊！让我来看看到底好成熟哦。甘雪一直说，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不敢说。你说嘛。我不敢说，前辈怕招惹了前辈。我是这里最大的，我让你说。你既然怕的话，就想想清楚再开口。我哪说过我对 MC 很好了？没有吗？这、就是我自己觉得。虽然说我们对 MC 是不错。这会放在什么里面？我就是想放就放。你悠着点。